傅律师，嗯，之前你送我扭蛋的时候，说以后可以一起吃饭，一起扭扭蛋，还算数吗？算数。嗯，其实今天我是让林雨晶替我约你的，不就是爬个山吃个饭吗？直接说就行了，干嘛绕圈子？ 那我就不绕圈子了，傅律师，我喜欢你，我想追你。哎，没事吧？我自己可以。你不用害羞，我扶你下去。我没有害羞，我自己可以。 这段时间，我给你发消息，你也没回，我以为你还在生我气呢。你今天怎么突然来学校？我不是说你不该过来的意思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有事儿，我也可以过去。我没有生气，我只是在想我们之间的事情。嗯，我觉得有些话。 我得当面跟你说的。之前都是你去我的学校找我，今天换我来你的学校找你，我也想看一下你平时生活和学习的环境，还有那天种出小番茄的试验田。那我带你去看看。嗯。刚吃完热吗？还好。这个，慢点。 这一块就是我的责任田。这就是你种番茄苗的地方。对。那这儿能种别的东西吗？可以，我这一块土已经养肥了，你想种什么种什么。这是向日葵种子。嗯，我想和你一起把它种出来。 那我们一起种。好。我来挖土，你先走。好。你手别弄脏了。没事儿。我们家以前也是农村，后院就有一片大的向日葵地，我没事的时候就跑去偷瓜子儿吃，你知道吗？ 最后一个，好，如意，餐厅那个事儿，我确实不该骗你。 这些苗，它们虽然是同一种苗，但是生长环境不一样，结出来的果就不一样。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长大，做法和想法有差别，这很正常，也很难改。嗯，这些天我想了很多。虽然这种差异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但是。 能不能就是找一个折中的点，这样你也自在，我也不会那么别扭。也许这段磨合期会很长，但是我想和你一起试试，拉钩。 如意，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这些向日葵的，还有你。
沈娟，我都弄好了，你进来吧。睡不着啊？嗯，海浪声有点大。其实我以前一直都不怎么期待看日出的，觉得每天的日出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但我现在看着你，你有一个远大的梦想，好像你每天都会比昨天离梦想更近一点，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美好。你知道吗，你跟我妈聊完天，其实对她触动挺大的。她对你完全改观了，对我也是。她突然一下就对我放手了，让我自己去选择我想走的路。我之前一直在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可是她真的放手了，我突然觉得心里有点落空，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好像一直都没有好好思考过。迷茫是我们人生中必须要经历的阶段，我也会感到挫败，我也会难受，但是我不会像以前一样放弃。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跟我聊射击的时候说了什么吗？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你喜欢的就要去做，想要的就争取，不管结果如何，都别怕，也别躲。现在，我想把这句话说给你听，别怕，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心在日落破下，是灯火一起看萤火，谁的记忆卑微，风吹过你来唤醒我，就像这日出一样，黑夜只是一个过程，太阳总会升起来的。无论未来会发生什么，我都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定和勇敢。我会一直和你一起。做工坊，嗯，这是我自己画的装饰印片图。我之前看比赛，好多选手的枪上都有属于自己的图案，可是你没有，所以我一直想跟你一起做一个印片，镶嵌在你的枪上，陪你参加每一场比赛。尽力了，但怎么觉得还是翻车了呀？没事儿。怎么样？你挺厉害啊，这都能补救。我给他抛光一下。等一下，我想再加个东西。还行吗？有点饿了，想吃什么？我想想。喂，申娟，学校已经调查清楚了，从明天开始，你可以回宿舍队继续训练。谢谢雷教练。怎么了？我可以回宿舍队训练了。真的？嗯。你看，努力都是会有结果的。今儿师兄陈建昭选恢复训练，一会儿你们靠紧点站，我躲你们后面，等他一来我就放炮给他庆祝一下。别忙活了，人早来了。师兄，你这也太卷了吧，我惊喜白准备了。什么惊喜？这不管怎么说，至少惊喜没有白准备。嗯，这还哪是惊喜啊，是惊吓了。
这次没能赶上省队的集训也不要遗憾，保持好状态，以后还有更多好的机会。来，快点啊！里边还有碎的，收拾。全体归队，开始训练。律师，你的脚怎么样了？还疼吗？我说的那些话都是认真的，希望你可以。喂，你现在有空吗？方不方便见个面？哦，我有空的，那一会儿见啊。那就这样了，挂了。嗯。怎么了？谁的电话呀？傅律师。好事儿啊，他主动联系你了。你们两个现在什么情况？我那天爬山的时候跟他表白了。这就表白了？嗯。不愧是你啊。那怎么样？他什么反应？答应没有？他很震惊，然后把脚崴了。把脚崴了？是不是你太主动把人家吓着了？不过你这个进度在下佩服，佩服之极。我就是那天一冲动就说了，刚刚他约我见面了，应该是要谈这事儿，不知道他是会拒绝还是答应呢。加油，加油。你就是沈娟吧？您是？啊，我是冯丽，是你舅舅的朋友。突然到访，打扰了。我刚从国外回来，在网上看到了《白日梦想家》银石展的报道，就循着上面的消息找过来了。我不仅是你舅舅的朋友，还是他师兄，虽然只比他大一届，可在艺术创作上我一直是特别榜样。啊，这个手环是你舅舅获得新锐设计新星奖的作品，那时候他在大二，是历届获奖者最年轻的，所以学校特别破例让他登上了只登载名师佳作的小刊封面。说实话，看到你为他办展，我真的非常高兴。我和你想法一样，清河的才华值得被更多人看到。谢谢你。谢什么呀？只要是看过他作品的人肯定会非常认可他。
我这次来也是为了这事儿，希望你能把清河的设计授权给我的公司立丰珠宝，我一定不会辜负你舅舅的心血。我们立丰这些年一直在国外经营，去年还在欧洲办了品牌展，在业内获得了很好的反响。啊，我们想借着这股东风打开国内市场。我们有成熟的工业生产设备和丰富的品牌营销经验，相信啊，一定会把清河设计的作品推广成功。如果你愿意合作，我一定会用心对待你舅舅的作品。虽然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但他的作品值得流传下去，让更多人看到。非常感谢你欣赏我舅舅的作品，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你合作。我们不仅会力捧清河银饰，还会给你开出优厚的条件。不是条件的问题，您看这个手环，在所有不起眼的小细节上都做了安排。我能够想象到舅舅花了多少的时间去打磨、去锻造，才能让它散发出这样的光彩。舅舅的作品，就是时间的朋友，不是工业机器能够取代的。这您就多虑了。要是制作工艺达不到，我也不会来找你。你放心，他的设计我不仅一处不改，还会尽最大努力去还原。可是舅舅作品精神没有办法还原，他一生的理念就是坚持手工制作，赋予每一件作品独特的意义。我不想违背他的意志。那好吧，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再好好考虑一下。好。黄律师，那小子不识抬举，还是按照我们的备选方案来。哎，习惯早到。你准备好接受我的表白了？顾同学，基于你之前的表白，我搜集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做了一些案例分析。恋爱可行性分析。首先是我们两个人日常时间柱状分布图，如图所示，你有空的时间段大部分集中在中午11点到1点，下午的4点到5点，以及晚上的8点之后，而通常这个时间我都在开会、出庭或者加班，所以我们两个交集的时间非常少。没有时间我们就找时间啊！再说了，真感情不在乎时间长短的。还有这个，在未来4年里，我们两个人的人生规划大相径庭，人生阶段的不同会导致我们之间的话题越来越少，甚至上升到价值观的不合。哦，所以你的结论就是，职场人只能和职场人，学生只能和学生，否则恋爱没结果啊？这些有数据支撑吗？嗯，有啊，你看，我做了些案例的。那个这些是分析说明异性恋年龄差异与恋爱成功率的。你看，成功率最高的年龄差集中在3到5岁之间，相反，年龄差距越大，就越容易造成不可调和的矛盾。
费这么大劲，你就为了告诉我我们俩不合适啊？还有别的依据吗？我觉得主要现在你的重心应该放在学业上面，而我对感情其实也没怎么想明白，不能贸然做决定，不然就是对你不负责任。那你还做了一个 PPT 呢，挺认真的，你还有没有别的想？喂，怎么了？没事没事，你在苏里等我，我马上过来。苏里找我有事，我跟你的事找时间再聊。那我先走了。两位这边请。我再正式介绍一下，我是黄玉明。之前邮给您的律师函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我可以解释一下。你不应该先跟我解释一下吗？你这律师函什么意思？银河飞鸟明明是我师父的作品，怎么就成了你当事人的什么知识产权了？聂先生，你不要着急嘛，咱们一个一个来。来，二位先看一下这个。聂先生，这个名为银河飞鸟的银饰是否是你网店的在售商品？明知故问。银河飞鸟商品详情页面上介绍商品写的设计师洛星河，也就是您的舅舅设计的，这个确认吗？是。好，那请二位再看一下这个文件。我的委托人冯立先生拥有这套瀚海记系列设计的知识产权，而聂先生网店出售的银河飞鸟经过鉴定跟我委托人的设计相似度高达95%，所以已经构成了专利侵权。沈先生，您是清河银饰的继承人，那么您也承认银河飞鸟的设计图来自于洛星河，所以我们就可以确认抄袭行为也是来自于已故设计师洛星河。你胡说什么啊？银河飞鸟是我亲眼看着师傅画的，怎么可能抄袭？我看是你们抄了他吧。聂先生，谁是抄袭者，证据说了算，而不是您的记忆。网店是我开的，银饰也是我做的，我卖的，跟沈娟没有关系。你让他走，我跟你谈。沈先生，设计是艺术品的灵魂，出了这样的事儿，我的当事人很生气。在我来之前，他就叮嘱我，一定要一追到底。给出个结果。这上面记录的瀚海记，从申请专利到获得日期那段时间，我舅舅因为车祸变成了植物人，直到故去也没有醒过来。请问我舅舅要怎么抄袭？冯先生啊，他们没事没事，你忙你的，我来谈。这件事我给你解释啊。在你舅舅出事之前，我曾经去过星河银饰，拜访过你舅舅。那天我身上带的设计独册，喝得有点醉，星河是一念之差，逝者已矣。其他的，我也不想再多说什么。你不想多说，
你说的很少明白。你不就是看我师父不在，跑过来颠倒黑白？你说你拜访我舅舅，什么时候？4月19号。说起来，那也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你知道我的诉求，本来是双赢的局面，可现在不但要把旁人拖下水，你舅舅的名誉也要受到影响。但只要你回心转意，我们还是可以坐下来好好谈合作的。我是不会和你合作的，像你这么卑鄙的人只会脏了我舅舅的作品。凡事不能意气用事，证据刚刚黄律师也给你们看了，主动权在我这儿，只要我在舆论上稍加运作，甚至都不需要打完官司，你舅舅的名声就会完蛋。我再给你2天时间，这是最后的机会。冯先生，我估计他们没那么容易答应，要不要我放点消息出去，给他们一点压力呢？去办吧。好。你好。怎么，几年不见不认识我了？冯师兄，洛师弟，快进去。哎，你呀，真的是一点都没变呀！啊，来，咱俩整一个。冯师兄，我真的不能喝，一喝就醉。沈俊，你把话说清楚，刚才冯丽说的合作是怎么回事？他打算把舅舅的设计手稿批量生产，之前来找我是为了拿授权，我没有同意，所以才有今天这一番威逼利诱。这么说，是我开网店卖银河飞鸟才给了他可乘之机。这事儿你不用管了，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会和他们说清楚的。你怎么一个人承担？看不出来吗？冯丽是冲我来的，后面的事情我会自己处理，无论是舅舅的名誉还是舅舅的设计，我都会保住，你就别插手了。凭什么？
凭什么我做的事情让你承担后果？还是和从前一样，我连独立承担责任的资格都没有，什么都是你的，什么都是。那金河，你根本不了解舅舅。要是舅舅还在，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他会非常失望。我发现你变了，变得爱笑了，变得融入人群，不再形单影只。我一眼就看到你站在人群中，就像是所有人的光。所以，我不允许任何黑暗吞噬，任何坏人伤害你。